追梦队依靠自己内线的绝对身材优势。好的，上场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要求了，郭建上场的时候我们就要把球打到郭建手里，利用他这个优点，把落后的比分能够非常好的能够追回来。筑波大学队请求暂停。郭建终于打出来了啊，这场郭建珍惜住了他上场仅有的几分钟，然后全力以赴去把这个内线的优势打出来。ゾーンの時は基本的にセンターが行った時にもうこのプレイヤーがドンと行っちゃっていいよ、こっちだともう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じゃん、ニーズがいなくなるから、ここのボールサイドのプレイヤーが行くような形にして、 OKOK で実際もう全部こっちじゃないか、賀来さんいいかな、こっちにターンされないようにすればいい。手里手到这边来，把球给到郭建，插走。邵杰回头给他挡，他们一定有夹击，回他挡，到这里投这个篮。邵杰掩护完了之后下顺。好，没关系，放开一点，加油加油，把你们的财富、天意、天赋都拿出来，来好吧？追梦队，加油！加油！郭建刚刚两分有效，加罚一球。One shot， 一次。好，郭建漂亮，三分打成，还差三分了，追梦队加油防守啊！叶高高，我上，厉害厉害厉害！追梦队还是半场盯人，上线掩护，没要拆开，再给手递手，好防守啊！防了，好漂亮！防得漂亮，王少杰，快攻的机会。哦，好车 ，mini pass， 曹峰，曹峰 no look leading pass， 不看人领传。井上的左手突破，篮板球王少杰的，没问题，王少杰自己杀 ，two shots。哎，别忘了刚才画那个，第一个打什么，第二个打什么 ？Substitution， 这个吧，打哪个？筑波大学队第二节比赛全队犯规累计已达五次。没事。One shot， 一次，罚中。就能打平了。好球！王少杰追平比分 ，We have a tie game。我来，快！救篮！哎！筑波大学找不到太好的阵地战的破解防守的办法，王少杰单防，好脚步，但是。在王少杰面前还差点火候，直接看里边 ，A 零号，郭建来了没有？郭建低位遭到对方的包夹防守，我下心了，老郭，看你零度角，别开，扫防不换，换，好球啊！一井上，背投 ，Inoue。好球，曹峰身后的盖帽，球还在筑波大学的手中，篮板球，郭建犯规，注意卡位，井上，曾田，底角的三分球没有，篮板球，好的，慢一点，打一。一次成功的防守，王迅 crossover， 刘毅，王少杰高位策应，郭建在腰位，我打没给，掩护 ，kickball violation， 脚踢球违例。郭建，你别着急，前场球，打一，脚位，王少杰，王少杰直接自己杀向篮下，漂亮！
漂亮！王少杰的面框攻击能力，让队友能够有更多的进攻空间。追梦队反超比分。木损力。对啊，他小防弹。郭建补位漂亮，郭建补的好。打一落位，郭建落到这边来。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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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都拉开。别给他扫，别干干点你们工作。31-29，曹峰。上上上上。曹哥，拆开来。一脚的机会，王炫没关系，回防。王少杰 rejected。Blocked away， 刘毅 up and under。哇，开始秀肌肉了！犯规，犯规，曹芳犯规！中距离没有，长甩，曹芳，哎呦！双方的转换进攻速度很快。犯规，犯规，王炫，犯规，犯规！犯规，犯规！没人防了。Basket counts， 进球有效。王炫。我喊犯规，为什么不犯规？王炫，技术犯规。换人，换人，换人。Substitution， 追梦队换人。王世鹏指导用了一个大个阵容。追梦队第二节，全队第四次犯规。哎，中间，中间。这是一个两小三大的阵容。是啊。三中锋体系。给他。给到内线，包夹再出来，曹芳直接跟拔三分球。曹芳，你传一下，就我的，就我的。投篮的坚决度确实是可以，掩护，朱松伟换防，漂亮，刘浩然，刘浩然非常好的防守预判。打篮，给回来，给回来，给回来。慢下来落阵地。衣服，衣服，衣服。F3，F3，F3。无球掩护，曹峰没有能够摆脱，反跑。少杰，少杰直接拦下药，少杰直接拦下药。来，进攻时间还有四秒，王少杰走到包夹，哎，朱松伟还好上线。24秒为例。换人，换人，换人。门勾开了，门勾开了，狗门勾开了。王春鹏指导调兵遣将，一个三号位配四个内线。就是要防守的效率。半场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32-31，筑波大学队暂时领先一分。我们才落后一分嘛，是不是？你们突破也能突进去，郭建内线也能打进去，下半场放开一点，有点信心。我们把最困难的时间都已经度过去了，对不对？下半场我们要把比赛拿下来了。我没有指责他们，他们非常努力去打这场比赛，也拼了这场比赛了。更主要的，其实在中场的时候，我想给他们输一下压力，他们太紧张了。我给你们复盘一下上半场比赛怎么回事。首先，对手他们占了一个221的一个全场紧逼，你们每个人其实你们看一看一下，一哈腰都可以突进去。你们什么时候被断球了呢？运一下球停住了，对手上来了，对不对？不要着急，对手守221，对吧？不要叫刘毅来发球，刘毅到这里你看看，他运一下球就把球抱住了，他不具备突这些小个的能力。我们发挥一下投篮的能力。 Carry， 我再说一遍，传完球去哪里？球后边。然后你去哪里了？我在球前吗？为什么？做错了。没关，没问题，第一次打。比如说 Carry 在这里，对吧？这里有个后卫，我就往前运，我运到这里，这个人一来夹，我希望给到刘毅，回身就是3-2。我们打几个反击，他们就不敢守了。不行，我们像他一样，中锋挡一下。再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打挡拆，他们都是夹击的。结果我们的牛哥还是落在这里来，没做错吧？开局阶段，他这里夹击，他怎么可能给到你？不可能吧？曹芳，我跟你说了，他这个人大延误你，你过来之后，小后卫还是在你身前，过不了人，一步，噔噔。就不敢了，这个人这里来，到这里来投篮了，
特别简单的一个事情，别着急，稳一点，我们打他们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另外，对手现在11号是投的最准的，包括那个中锋是75是有篮的，嗯，就75和11是能够投篮的，所以现在其他人到位防突破，所以说上半场就是我们犯了这些错误，他们才打进的。而且我们想一下，我们自己打得这么差，他们才得32分，我们防守没有问题，把篮板抢下来，反击打出来。鹏哥中场说这些以后，能对我们自信心有一个更大的提升，让我们能更好的去准备下半场，然后拿下这个胜利。他们上半场才赢了我们1分，我觉得这根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们下半场一定可以把他们就一下子给拍死。下半场把比赛收了，好不好？好，好，来，追梦队，加油！この2人が出てる時はやっぱりインサイド、インサイド、インサイドでやられてるわけだよね。第2クォーターのところで、ここで2人だけで12点やられてるだよね。で、特に14番がボールを持った時には、もう絶対縦に来るから、ここもう逆サイドのプレイヤーが絶対ここを行かなきゃダメ。もう最終的にインサイドだからやられてるの、うちは。もう全部言ったでしょ、今日は。もう絶対ここのペイントを守るって。もうここを徹底的に。最後スリーポイント打たれてもいいよ。でリバウンド頑張る。だとブレイク、いつもとのブレイク。ここです。いいね。はい。20分間。もう残り20分だ。よし。勝てるかどうか。はい。気持ち込めていきましょう。はい。いいね。は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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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场比赛。马上开始，少杰，少杰，高位掩护，换回来，再来，高一点，上掩护，申屠，再利用王少杰掩护拆开，第三个补防的队员到位，朱松伟，45度抢三分球，王少杰的吸引防守的能力，帮助队友找到了空位。下半场的第一个进球，追梦队反超，断了，断球了，2-2。Alley Wu， it was a lob。凯瑞图的助攻，反超4分，打了一个5-0啊！掩护，掩护自己抄，紧上。哦 ，answer ball， 主播队追回比分，只差一分。增田启介，收。还是王少杰和凯瑞图打掩护挡拆，拆，王少杰 ，back door 刘毅再传出来，好配合，很耐心，凯瑞图再传，朱松伟个人连拿7分，小朱一上来就很兴奋，在进攻端连得7分，小高潮打完，然后不仅把比分也反超了，而且在士气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卡里沃。最初は僕たちが思ってたのは外のシュートはあまりないと思ってたんですけど、試合を通していく中でとても綺麗なシュートでスリーポイントをどんどん決められたので、そこはしっかり抑えなきゃいけないって思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でもやっぱり後半の最初の方はやられてしまいました。朱松伟的状態太好了。はい、防守防守。紧上。上吧。木。凯瑞图漂亮。It was show time！ 王少杰，这就是灌篮。还可以摆一把。上来之后连续打了一个9-3。我来。刘毅再断。好球，球！连续的利用半场的扩大盯人、压迫式的防守，让对方逼迫对方出现失误。Substitution， Tsuguba Dainaku。
两边上线双掩护，拆开来外线的机会。曾田又一个三分球没有，追梦队阵地战的防守不能松啊！又一次成功的防守，衣服。朱宗伟再来一个，刘浩源的进攻篮板球不错，给里面，给进去。王少杰内线要，有包夹。少杰。差一点点打成。换人。28号，筑波大学队长穆隼利下手犯规。没关系。一发不中，没关系。两发不中。防守。现场的朋友们，来点鼓励。防守。我来。Nice。追梦队领先5分。不换。自己追，开始。井上。漂亮，王少杰将中心断球，自己来3-2，刘浩源。追梦队领先7分。王少杰的一对一的防守令人窒息，换成追梦队来全场领防。左边换掉了。你换。内线，你出去吧。换。位置不错，凯瑞图顶。莫。哦，作为球队的主控外线的主力，还有一手内线的低位进攻能力。DS 穆隼利一发不中，篮板，两发不中，还是7分的分差。对方扩大的半场盯人，少杰，掩护上高上下，少杰上，联防，筑波大学守联防，联防，哎，少杰，还给位走了，王少杰。没有能够打进篮下的机会，曾田失误了，王少杰2-2。少杰，曾田起界打手犯规。破联防，朱宗伟，哦，差一点点。依然造成对方犯规。Foul on number 75, Inoue substitution, Tsukuba。从身材的优势上来说，追梦队还是比较明显的。朱宗伟一罚中，手感真好，两个都有。9分。凯瑞图不能失位。掩护。底线控位的机会了，篮板谢立石拿下来。少杰上掩护，要注意深度摘开来。谢立石底角，朱松伟 for three， 追梦队领先筑波队12分。朱松伟开启了接管比赛的模式。朱松伟就很稳定，攻防两端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在关键的时候也比较敢出手。他的发挥最稳定，也是表现最出色的球员吧。主播队要加油了，要调整一下进攻的节奏。Eurostep， 漂亮！主播队追回2分，欧洲步。半泽林泰，还你！追梦队还是手握10分的优势。申屠来重新组织，王少杰高位掩护，走，往那边走。
延误。王少杰面框转身勾手，差一点没关系，退手。筑波大学很擅长打这种立足未稳的节奏。曾田，哦，跑车撞在墙上了。 This is my house， 遮天蔽日的大帽。换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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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峰重新上场。木木村立上线，曾田主攻手底角的，哦，又一个朱松伟大帽，连续请筑波大学吃火锅，盖到你怀疑人生啊！曹峰，凯瑞图杀进去，王少杰二次进攻，没问题，核武器来了，追梦队依旧领先十二分，好样的！我们都知道他实力应该是最强的，身高上、臂展、攻击能力、防守能力都是最顶端的，所以只要他在场上，我觉得就应该不会输分。Time out， 这个吧，筑波大学队请求暂停。トップでピックが行われて、その後のディフェンスがこう広いすぎて、今インサイドで簡単にドライブだとかやってヘルプが遅くなってるから、もうちょっとさ、最初のディナイはいいけど、その後ボールサイドが決まったらもう思い切ってヘルプ寄ろう。最後スリーポイント打たれるのはいいよ、全然入ってないんだからさ、スリーポイントは。だからとにかくペイントやろう、ペイント守ろうよ。もう2人がかり、3人がかり、何人もいいよ。ここのシュート打たせないようにしようよ。で、あのビッグマンの何だっけ、30何番だっけ、あれはゆっくりだけやっぱ入るから、やっぱり足元しっかり入って。听我说、曹芳这里跟少杰挡拆、朱松伟到这里来。我在这右边。对、挡拆、王少杰下顺、朱松伟上提。球打到这里来，打到这里来，他一定是夹击的。